等啊。金鱼缸缸的哇。金鱼缸缸的哇。金鱼缸缸的哇。不能大，不能大，我这肚子，你这肚子，肚子，温度一高的话，它要化了。今天温度还可以，室内温度只要20来度，它不会化。我是，你是真是过不得个，别养。继续的，啊，再动一会儿里边。好。都得了。点点火，就是咱那个教练，没地方能教练，就是这个教练。哎，你们。